怎么办？现在上车的他们显然有很多，逃走不现实，已经重新发车了，只能继续稳住他们。我打开手机，看到了最新的消息。各位旅客朋友们请注意，狼已经混入了羊群，狼已经混入了羊群。狼已经混入羊群什么意思？人是两脚羊，什么是狼？难道刚上车的那些怪异的人就是狼？我们是羊吗？这时群里的禁言功能关闭了，立即就有人艾特匿名者问，俺们现在该怎么办？俺隔壁几个创伤的老乡去抽烟，一直就没回来，结果现在有人上车睡在了他们的创伤，可是俺们根本还没到下车的站啊。你为什么要匿名？你为什么知道这么多提示？难道你和他们是一伙的？还是说你就是主谋？无数条信息淹没了之前的那条提示，匿名者却只答复了四个字，请相信我，随即便再也没有后话了。我也艾特匿名者，问出了最想知道答案的问题，我该怎么做才能安全离开这趟火车？不要相信任何人，包括我，到达终点站下车离开就能安全。我脑子一懵，这人不是刚刚还说请相信我吗？匿名者又发来一条消息，过了凌晨五点我就不再是我，请不要相信我。我还想问为什么，对铺的男人突然冷冷地问我，你吃鸡爪了吗？那个我还不饿。哦，记得吃。我敷衍几句，群里却炸开了锅，我的朋友去上厕所已经半个小时没回来了，打电话显示对方已关机，怎么回事？我和我女朋友去上厕所，她突然在厕所里尖叫然后就消失了。我看见窗外有黑色的人影，不是人影，那不是人。这些新上车的人，他们的眼睛会发红光。他还给了我一包猪蹄，可那分明是人的脚，他催我吃下去，我该怎么办？我咽了咽口水，最后一个问的人遇到了和我一样的问题，可是匿名者再也没有一句答复，仿佛消失了一样。这时我注意到群人数已经从之前的129人锐减到72人，其他人是退群了还是怎么了？几分钟后，小推车的声音再次缓缓靠近。